针对那个文化局这个员工弊案的问题，我们有没有影响？县府的态度是什么？尊重司法，配合调查，谢谢。那现场有没有了解实际的状况？那你们要求各单位检讨一下那种发包流程或招标流程。现场你有了解实际的状况吗？实际状况大概是怎么样？好，目前整起案件两个关键人物，厂商跟文化局人员已经裁定羁押禁见，其他的五个人是以3到10万元不等的金额交保。传出被声押的厂商啊，时常跟公部门合作，检方还找到了一本死亡笔记本，内容详细的记载很多资讯，不过检方没有回应。